这个半分多钟的暂停呢，使李宗伟得到了一些恢复。接发球直接起板进攻。李宗伟出击，李宗伟最后还是得到这个喘息之后，最后两分，使得他又积攒了一些体能，连续通过进攻杀上网得分。21-17，胜了第一局。现在陈龙和李宗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。陈龙的第一局应该说发挥还是非常不错，尽管一上来就是比分落后，但是他一直顽强的咬住，但是给李宗伟呢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。尽管李宗伟一直领先，但是他还是感觉到后面后有追兵的这种压力，这样李宗伟的体能消耗其实也不小。只不过可惜的是，在17-19的时候呢，李宗伟体能消耗是很大，但那个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陈龙自己也已经比较透支了，所以当时呢也是擦了一下地板上的汗水。但是这个喘息对李宗伟还是很关键的，他能够在最后两分依然保持速度，然后胜了第一局。陈龙没有能够在第一局就直接反败为胜，有些可惜，但是第二局还是有机会。前面的比赛林丹是苦战三局，经过三局的比赛战胜了德国选手基维伯勒，但是林丹的第一局和第三局赢得还是比较轻松。这种时候呢，能够体现出一些中国队男单团队作战的优势。在半决赛里边，李宗伟面对陈龙就要付出很多的体能和精力。Service over. Two, one. 中国队每一位选手在碰到这个李宗伟的时候，都会全力的全力以赴，即使不能把他挡在下一轮之外，也要在体能上最大程度的消耗他。第二局开局的这个战术，看李宗伟还是想速战速决。